那平常每次洗澡都是换一件衣服，对对，每天都要换，有时候他流汗也要换，所以 baby 的衣服都，你看我们在这边，对，要蛮多的，对，我们都会一直换，所以他会笑呢，会笑呢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今天在那边那个，我就说恰贝贝恰贝贝，他会笑，他就笑得很开心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上次也说爱生气，他也是在那边笑，我想说他都知道，对呀、啊，他有时候坏坏的时候，阿姨就说坏坏坏坏。然后他就笑了。啊，又脱掉啊！妹妹，他有没有名字？有啊。他叫什么？吴又锦。锦。哪一个又？那个什么林又家又宝盖，然后有没有的有。哦。锦就是木锦的锦。然后我们先帮他洗脸，先用清水洗，原则上脸只用清水洗。你有准备这种纱布毛巾吗？有有哈，嗯，好，用毛巾，先洗眼睛哈，从眼角擦到眼尾，哈，这样擦过来。这个太细了，妹妹，好，这样擦过来，好，嗯。嗯，哈哈，洗脸洗脸，你看你脸油油啊，还洗干净啊，还洗干净啊。它越出力，那个痘痘越不好。对，好，他帮他整个轮廓帮他擦干净哈，然后就来洗头哈。好，然后你回去洗头也用这个吗？哎，这啊，嗯。会不会不好？还是只要用清水就好？尽量用洗发精，用洗髮，其实它会油啊。所以你尽量用 baby 的洗发精，好，比较不会痘痘一直出来。好，好，那油脂才洗得掉。好，好，那因为你假如回去会用洗发精，我就用以洗发精的方式教你。好，好，你先帮他夹住，用你的臂膀夹住他的屁股上夹住，然后手托住颈部，用你的大拇指跟中指帮他把耳朵捂起来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洗香香哎？啊，怎么了？好，好，好，用一点点在你手上，然后像我们大人这样子，帮他轻轻的帮他按摩一下，洗干净啊。耳朵后面就这样划过，嗯，怎样？好啦好啦，妹妹怎样？哦，那脖子就这样画过来。好。然后赶快用清水帮他把头发洗干净。好。擦擦，嗯，那通常我们只擦外耳，外耳，对，整个耳廓帮他擦一擦，好，里面中耳的部分尽量不要去挖它，好，
呀、yeah, 你好棒啊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，等我擦一擦、啊、他很有力耶，对啊对啊、oh. 我抓不住擦一擦，因为我们这脸盆比较小，所以通常我们会换过放。好，你在家里就不用这么麻烦。OK， 就用同一个水一起洗。嗯、你干嘛臭美？你要去哪里？臭美，你干嘛臭美？没有了。啊？原来吃这个嘴巴，哎，你小时候好好笑哦。他那个揪这样嘴，是想吃的意思？不是，不是啊。对，想吃他就会找来找去，就会、oh. 就会有寻乳的那种反应。嗯。哎呦，你要看镜头哎，这么棒。啊，你要看镜头。嗯、啊。好，我们来洗澡。好，宝贝，来洗澡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没怎样没怎样没怎样。妈呀你啦！有有有，已经有了，对，好，来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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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呦呦，哎哎哎哎，妹妹妹妹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妹妹好了，是没事。好了呢，好了啊，好舒服哎，洗澡哎，没怎样哎，哦，洗澡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身上长很多毒性红斑了，好，嗯，不过这会消没有关系，你看身上都一粒一粒的啊，哦，嗯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好，有的 baby 会，但是一阵子它就会消了，它自己消掉，好，好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救命！好了好了啦，好了没事了，嗯没事，嗯，哦没事啦，医生没怎样啊，哦没怎样啊，洗澡澡，哦，好了好了，哦妈妈看，妈妈看。